来又快又稳。来看看，这是英国豪华品牌 Bentley 它的软顶敞篷跑车，迷人魅力在哪里？带你去看看。V8 双涡轮增压汽油引擎，那它这是用 V8S 来做调教的话，它的马力啊有528匹，比一般的 V8 多了21匹，然后极速也来到每小时308公里。即便是敞篷车型呢、啊，它的重量也高达2.5吨，但是它0到100的加速一样只需要4.7秒或4.8秒。坐上宾利跑车的正驾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键非常的关键哦。你看，哎，看下去，短短的25秒钟，你看我左右上下都开始动了，开天棚，软顶敞篷车马上让你享受奔驰拥抱阳光的快感。同时你看这内装全部都是钢琴烤漆，这不仅是多金玩家彰显身份的象征，更是体验生活的一种品味跟享受。你看，就是这个比较省油的 V8 引擎，再搭配上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在哪里？答案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个排气管，哎，造型也是一个八字形， V8 的引擎加上这个八字形的排气管，造就出非常浑厚迷人的声浪。这台跑车跟其他台的跑车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告诉你，它真的是一台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出去玩的跑车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现在要进它的后座，结果完全不用翻前座的椅子，我就可以直接进来。后座的位置非常的宽敞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出游。无论是 Bentley Continental GT VAS Convertible。就307cc， 还是 Audi A5 Cabriolet 开天敞篷，让你拥抱阳光。这些敞篷跑车的魅力，让车迷总是无法抵挡。